为了避免风的干扰，羽毛球比赛一般都在室内进行。羽毛球场呈长方形，长度为13.4米，单打球场宽5.18米，双打球场宽6.1米。球场外面两条边线是双打场地边线，里面的两条是单打场地边线。靠近球网与网平行的两条线为前发球线，靠近端线并与端线平行的两条线为双打后发球线。前发球线终点与端线终点连接起来的一条线叫中线，它把羽毛球场地分为左右发球区。作为休闲健身活动，也可以在无风或微风时到室外打羽毛球，但是要注意选择风向，不要一方顺风一方顶风，应该选择双方都为侧风的方向。球场中央网高1.524米，双打边线处网高1.55米。羽毛球拍总长度不超过680毫米，宽不超过230毫米。羽毛球重4.74至5.50克，应有16根羽毛插在半球形的软木托上。打羽毛球的时候，还应该选择合适的羽毛球鞋、拍弦以及护腕、毛巾胶等用具。我首先来讲羽毛球的握拍法。要想打好羽毛球，握拍握得正确与否，对羽毛球的技术的提高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首先我来讲正手握拍。正手的握拍就像两个人见面的握手一样，自然地伸出手，轻轻地把握柄握住。从这个角度看起来就是这样子，三个指头基本上是平行的，食指和中指之间有相对的空隙，拇指轻轻地放在这里。那至于握柄握得高或者握得低，应该来说正确的握法是在这个位置上。再另外一点就是强调手心不要贴紧了这个握柄，握得太死，也就是说有的人像这样的握法，再也有的是这么个握法，这都是不正确的。正确的握法应该是这样子。下面我们接着讲羽毛球握拍的反手握拍。反手握拍也就是基本跟正手握拍相似，把拇指从这个角度移到这个拍柄的宽面上，这样有利于在我们打反手的时候有利于发力。超高刚性碳纤维结构加航空钛构架，结实轻巧，独特的把握结构，征战海内外完美的品质保障，超越平凡铸就辉煌，掌握威克多，掌握胜利。威克多渔网运动产品。好，下面我来讲羽毛球当中的发球。羽毛球的发球在打羽毛球的过程当中也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发的球质量好坏与否取决于你后面能否争取主动和进攻。那羽毛球的发球呢有很多种，那今天我们在这里呢首先就是讲的最基本的正手发球和反手发球。正手的发球握拍就是正手的握拍，两脚分开，自然的站好，不要太紧张。拿好以后，球拍自然的下垂，重心从右脚，一开始在右脚，自然的移到了左脚，向前移。拍子下垂以后，挥拍的一瞬间，拍面在击球的时候要正，不要切，这样子的球能够发得又高又远。
再另外，在发球的过程当中要注意过手和过腰，这是在羽毛球比赛当中违例的表现。过手指的是在发球的那一瞬间，也就是击球的那一瞬间，你的球宽，这个拍面球宽不能超过手腕，也就是击球的时候不能高于手腕。过腰的意思就是在击球的那一瞬间，你的这个拍宽不能超过你腰部以上。准备发球姿势，重心在右脚，引拍转身，最后挥拍，有一个手腕的收拍，这个动作整个动作连起来是这样子。正手发高远球技术，引拍时握拍较松，在击球的刹那握紧球拍，用手腕屈收的力量向前上方发力击球。挥拍击球前，手臂要伸直，手腕后伸，尽量向后引拍，以便在击球时充分发挥前臂和手腕的爆发力。练习发高远球时，球要发得高，并将球发到对方的底线附近。下面我们讲一讲反手的发球法。反手的发球主要一般的用于双打的比赛当中，位置可以比单打的发球靠前一些，两个脚，右脚在前。跟单打的发球，正手发球不同的是右脚在前。当然有的时候也可以在左脚发球，这样发球，这样的发球姿势也可以，但通常一般来讲右脚在前，重心在右脚前面。拍面垂直。现在需要提醒的一句是，反手的发球握拍一定要改变。反手的发球握拍首先转为反手的握拍法，把拇指移到这个宽的拍面上来，拍面稍微的向这边旋转，向内旋转，握起来拍面垂，拍头垂直向下，基本上是这样子。眼睛看着前方，注意一点，击球的时候不要高于腰部击球点，那是过腰。击球的同时不要球拍翘起来，这样是过手。在另外一个需要提醒的是，发的过程当中不要出现两次动作。两次动作也就是说，先摆臂停再打，这也可能是一种假动作的动作，但是这是违例的，一个动作应该完整的去完成。反手发往前球，击球时用前臂带动手腕向前推送，使球的飞行弧线略高于网顶。击球的挥拍轨迹为先向前，再向前上方挥拍。练习发反手往前球的时候，应注意动作的规范性，不得过腰过手。好，下面我来讲接发球的站位。接发球的站位分为两种，单打的接发球站位和双打的接发球站位。首先是单打的接发球站位，基本位置站在离发球线大概在1.5米左右，两脚自然分开，重心在前头，眼睛正视着对方发球的人，身体稍稍的向前倾斜，基本是这样子的位置。那站位的时候呢，不要太靠右边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你靠这边了以后，对方如果发你的头顶去的时候，你的漏洞会很大，所以稍稍的站位靠近中线，这样可以保护你的头顶。好，下面我讲一下双打接发球的站位。双打接发球因为它的距离比单打的要短，是以前面这条线为准，所以相对来说接发球的位置要靠前一些，基本上是站在这个位置上。还是一样，把球拍举起来，不同的是比单打的球拍要举得更高一些，身体向前倾，眼睛注视着前方，这样的准备姿势。那后面的人呢，基本上站在左长区，也是把球拍举起来，准备姿势几乎一样，眼睛正视着对方，基本现在转位就是这样子。
好，下面我来讲高球的击球动作。高球的击球动作，握拍就是正手的握拍，然后准备两脚自然分开，准备这个手基本上呈90度直角，拍面要朝着球的来方向正对着，然后左手举起来，重心在右脚上靠后，眼睛正视着前方，身体侧着，准备姿势是这样子。然后球过来了以后引拍，转身转腰挥拍，击球点一定要在正前方，靠前，身体正前方，不要偏左也不要偏右，要在这个位置上，准备引拍击球。击球完了以后，自然的球拍向左边下边收拍，整个动作做起来是这样子。准备打，打的时候，击球的时候，整个人的重心腿向上单，呈半屈的状态，弯，稍稍弯曲。击球的时候，击球点要抢在最高点。准备转身引拍，在击球之前手不要握得太紧，放松，在击球的那一瞬间拍子一定要握紧，要发力，整个动作做起来是这样子。正手击高球时应注意击球点要在肩上方稍前的位置，拍面要正对前方。准备姿势，右上臂与前臂的夹角约为90度，击球前向后展肩曲肘，手腕后伸，使球拍下垂于体后。击球时转身收腹，以肩为轴，上臂带动前臂和手腕快速向前上方甩腕，在手臂伸直的最高点击球。球拍触球的瞬间要猛然握紧拍柄，以加强击球的力度。练习打高球时可以采用双方对打的方式反复练习，时间为10分钟。下面我们来讲吊球的基本动作。吊球在羽毛球战术比赛当中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可以调动对方的位置，把对方的位置调动开以后，寻找机会来突击抢网。那吊球的准备姿势基本跟高球的是一样，握拍准备，只是最后击球的那一下可能拍面是这样子，切着球托，切着球托，半圆形的切球。但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击球点还是一样，要找到最高点，打完了以后一样垂直下来，动作做起来就是这样。准备，它跟高球所不同的是，高球在短时瞬间那一段发力的时候握拍握得很紧，那么吊球的动作实际上准备的时候放松，击球的时候动作还是要放松，要轻，力量要轻。但是呢，很多初学者在打的过程当中想控制力量的同时呢，击球点就落下来了，想把那个球打得轻一点，结果击球点就拉下来了，这是不对的。击球点同样还是要抢在最高的点，只是拍面有所变化。这样下来击球的时候，拍面向里切，切的同时手腕向下压，但是手腕握拍不要握死了，还是一样放松，这个动作是这样，整个动作完成。好，下面看我示范一下。
正手吊球，准备姿势和击球的前期动作同正手高球。击球时，拍面稍向内倾斜，手腕做快速切削下压动作，击球托的后部和侧后部。吊斜线时，球拍切削球托右侧，并向左下方发力。练习正手吊球，可以采用一人发球、一人吊球反复练习，也可以一个人挑球、一个人吊球。一般训练时间为每人5分钟。杀球，杀球在整个羽毛球比赛当中是一个重要的得分手段。那杀球的动作基本跟打高球的准备动作都是一样，姿势、握拍、准备都是这个动作。说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杀球的击球点一定要找准，杀球的击球点比高球的击球点可以稍稍的靠前一些。准备姿势：引拍、转身、击球、回拍。准备的时候也是重心在右脚上。一般杀球都要用起跳杀球，因为站在这里杀球身体的力量用不上，所以准备动作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完了以后盯着球，盯着来球以后找准了位置，下蹲，右腿稍稍弯曲，起跳，转身，右脚在前，整个动作做起来是杀球的要领。就是一点，在击球的那一瞬间，爆发力、手臂、手腕，包括手指的力量，瞬间的抖动，这个要强调，这样子杀出去的球才会加快它的速度。再另外一个，击球点抢得高，球会垂直的向下走，而不是平的过去。杀球引拍时，握拍要松。杀球时要注意用上腿部和腰腹的力量，拍面要正，在击球的一刹那，手指突然抓紧拍柄，把手腕的爆发力集中到击球点上，发力将球击出。在练习杀球时，陪练的一方不要把球发到底线，发到中场即可，这样有利于练习方更好地训练杀球技术。下面我来讲网前的基本技术。网前的基本技术有搓球、勾球、推球，包括还有扑球。那最基本的是一个搓球，搓球的动作首先要求握拍，正手的搓球就是正手的握拍，握拍一定要松，不要握紧了，握紧了以后手指的转动就不够灵活了，握拍要松。再另外一个，上网以后的抢点要高，
尽量抢得高，不要低于碗。低于碗了以后，搓了球以后，球是往上走；抢得高以后，搓了以后，球是过碗的时候是往下走。所以通过搓球可以争取到比赛当中的主动，可以创造进攻的机会。搓球的时候，一个是抢点握拍，另外一个就是在击球。击球的时候，拍面是向上，从外往里搓，半圆形的切，切这个球托。整个动作是这样子，所以握拍一定要强调，不要握死了。很多人在打的球过程当中，就因为握拍握死了，所以搓球的时候他的动作是切，只是这个动作。所以握拍握松了以后，靠手腕手指的力量来控制球拍。好，下面我来给大家做一个示范。搓球是网前比较复杂的一项技术，正手搓球主要依靠前臂外旋和手腕手指向外捻转球拍，搓击来球的右下底部，使球旋转翻滚过网。练习时可以采用一人抛球一人搓球，熟练后也可以采用两人对搓的方法。反手的搓球与正手的搓球所不同的是，首先握拍要转过来，转为反手握拍，再另外把拍子整个稍稍的向里转。搓球主要用手指手腕的力量，小力量，所以一定要求拍子不要握死了，一定要握得空。跟正手一样，首先是抢点，击球点要抢得高，跟正手正好是相反，从外向里切，向里搓，击球托，用手腕和手指的力量，这个是向里搓。也就是说，有的时候球离网子比较近，很近网了，这个时候可以采取向外搓，这样搓。两个动作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从里往外搓的时候，更要强调握拍，完全靠手指的力量来控制，捻动。向里搓。从里往外搓。好，下面我做两个示范。反手从外向里搓球，主要依靠前臂内旋及手腕手指向内捻转球拍的合力，搓击球的左侧后底部，使球侧旋滚动过网。这是反手从里向外的搓球，多用于回击离网更近的来球。击球时，拍面向上。先向前，再向左前上方挥拍搓击来球。
好，下面我来接着讲勾对角。勾对角在打羽毛球比赛当中应该说作用很好，就是对方的直线球过来的时候，你采用勾对角的技术能够大面积的调动对方的位置，创造进攻的机会。那首先我们来讲正手勾对角。正手勾对角，第一，接球点要抢得高，尽量能够在高点接，而不要放在低的点。握拍，正手握拍，拍面向着对方的那个对角的位置，上完了以后，手指和手腕力量基本上用的要小力量，不要用大的力量来这么去击球，而是把球这么拨过来，拨到对方的右边。正手勾对角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用大臂和小臂大的力量，一定要用小关节的力量，主要就靠手腕跟手指在捻动球拍往里拉，而不是像后场击球一样去打这个球。正手勾对角时，靠前臂稍内旋往左拉收，手腕随之内收闪腕，挥拍拨击球托的右侧后部，使球向对方网前略网坠落。挥拍方向是先向右前下方迎球，再向左拨球。练习时要注意使用手腕手指捻动球拍，控制好球的落点。反手勾对角，首先握拍要转过来，用反手的握拍，拇指从这边转到这个宽的这个拍面压住，完了，在击球的过程当中，用手指和手腕的小力量，而不要用大力量，用大臂去带动。拍面稍微有点倾斜，完了球过来以后，手指向下向回捻动，大臂和小臂基本上不动，主要用手腕跟手指，用手指来控制勾对角的力量。好，下面我做一个示范。反手勾对角是用球拍拨击球托的左侧后部。击球时，拍头略向下迎球，然后变为拍头向上击球。练习时注意击球点要高，并控制好球的落点。正手被动的勾对角跟主动的有点区别，就是说击球的时候拍面不要往下拉，因为击球点比较低了，所以向前用的多一点，向前向对角的方向用，而不要向下这样拉，因为击球点比较高。下面我做一个示范。
被动勾对角是在来球落点较低较被动的情况下勾球，此时拍面要略朝上一些，避免回球下网。反手被动勾对角，要注意及时变为反手握拍法，拍面也要略朝上一些，避免回球下网。超高刚性碳纤维结构加航空钛构架，结实轻巧，独特的把握结构，征战海内外，完美的品质保障，超越平凡，铸就辉煌，掌握威克多，掌握胜利，威克多渔网运动产品。我讲一下网前的推球，推球也就意味着是主动的时候往对方的后场击球，这叫推球。那也就是说你的抢点一定要抢得高，击球点要低了你就不叫推球，只能说是半挑球。所以首先第一个就是击球点要抢得高，最好跟网一样高或者甚至高于网。握拍还是一样，正手的握拍，用手腕手指的力量去击球，这是一个短时的瞬间的发力。所以没有击球以前不要发力，不要握紧球拍，不要握太紧，放松一些，最后击球的那一瞬间抖动，动作越小越好。也就是说等你抢到高点的时候可以看对方的位置来推，正手直线还是对角，所以这个动作一定要小。好，下面我做一个示范。正手推球要求击球点略高于球网或与球网平行，击球点高时要有一个压腕的动作。击球前臂微屈，手腕充分后伸，使拍头朝后，然后向前挥拍击球。推球的时候，手腕和手指发力要多些。
正手推斜线球的方法与推直线球基本相同，只是击球时要向左前方挥拍，使球快速飞向对方右侧底线。练习正手推球的时候，可以一人发往前球，另一人反复练习推球。这是在练习正手推斜线球。反手的推球握拍很重要，握拍一定要转过来，转为反手的握拍。另外，它推球的时候是一种捻动的过程，这四个手指往下压，大拇指向上推，要完全靠手指和手腕的力量。在另外一个推的时候要注意拍面，球比较高的时候可以压得多一些，平一点推，球比较低一点的时候向上推的动作多一点，但是拇指的作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拇指的推，这四个手指向下捻，是这么一个捻动的动作。反手推球，首先要按反手握拍法握拍，大拇指要顶住拍柄，这样才能更好的发力。反手推球也有推直线和推斜线之分，这样可以通过调动对方为自己赢得主动。下面我讲一下往前的挑球动作。挑球的时候用手臂带动，小臂带动手腕，从底下就跟发球的动作差不多，自然的向下，最后击球那一瞬间发力，争取把球能够挑到对方的后底线。很多错误的动作就光摆大臂，没有用手腕的动作，最后手腕的爆发力一定要用上，大臂带动小臂。好，我做一个示范。正手的挑球动作与正手发高远球很相似，只是要求右脚向前跨出，呈弓步挥拍击球。
击球时，首先要向后下方引拍，然后从下向左前上方挥拍。从侧面看，整个挥拍的动作轨迹呈螺旋状。在上臂的带动下，以前臂和手腕发力为主。练习正手挑球，可以一人抛球，另一人挑球，反复练习。反手的挑球相对来讲比正手的难度要高一些。首先上去以后有一个收拍、画弧，最后发力，一定要有一个收拍，收拍了以后肘关节向前，是这样。发力的时候，最后那一段的时候发力，就击球之前都要放松，握拍不要握死了，还是反手的握拍。反手挑球同样要采用反手握拍法，击球前屈肘屈腕向身后引拍，然后上臂带动前臂和手腕发力，向右前上方挥拍击球。平抽球主要用于双打当中比较多，也就是说在球在中半场的时候，在这种肩跟腰之间的这种球叫平抽球。平抽球的这种要领就是击球的时候尽量掌握击球点在身体的前面，不要靠身体太后面，靠了身体太后面就不好发力，所以尽早的迎出去，主动的击球。正手的平抽球握拍还是一样，动作要比较小，靠小臂和手腕的短时发力。平抽球是把身体两侧肩以下腰以上的来球平扫过去，正手平抽球，击球前先向后引拍，
曲肘，手腕后伸，然后向前发力，用前臂和手腕的爆发力将球击出。练习时多采用两人反复对抽这种方式。反拍的平抽球，握拍还是要转过来，反手握拍，发力短时的也是，不要动作太大，这么去摆。好，下面我做一个示范。反手平抽球同样是先向后引拍，再向前平扫，将球击出。练习时，一人反复练反手平抽，另一人用正反手平抽陪练。下面我讲往前的扑球。扑球在双打的比赛当中用的比较多，单打比赛当中也会出现，而且往往这个时候要把握住机会了，可能就直接能得分了。这时候如果把握不好这个机会，就会失去这个得分的机会。首先我讲一下正手的扑球。扑球也就是说球从上往下击，所以呢击球点一定要抢高，一定要高过于网，如果低于网也就不存在扑球了。所以抢网的时候一定要抢得高。正手的扑球相对来讲比较简单，动作小，短时瞬间的发力，手腕和手指的力量。记住一个要领，就是打完这个动作以后动作要小，打完以后马上收回来，否则的话就会搓网，因为搓网或者过网击球都是违例的，所以动作一定要小。正手扑球多采用向前跳起击球，击球时用手腕下压来球，动作要小，闪腕要快。请注意击球前在向前跳起的同时向后引拍，上臂与前臂、前臂与手腕的关节角度均为90度，然后向前下方鞭打式击球，击球后迅速收拍，防止球拍触网。练习时采用一人反复发往前球，另一人扑球的多球训练方式。反手的扑球相对来讲难度要大一些，而且有的进网的球的时候确实不好处理。首先一点，握拍一定要转过来，握拍反手的扑球可以说握拍转到最大的角度，几乎是正面球拍的正面去对着球转过来，原来这样握转过来，所以上去以后抢高点，同样也是手腕手指的力量，动作一定要小，否则的话就会触腕。
反手扑球同样采用向前跳起踢球。击球前要及时换为反手握拍方法。击球时特别要注意充分发挥手腕和拇指的力量。我想在教学过程当中，很多的问题都会问到这个反手球怎么打。这个反手在羽毛球比赛当中确实是一个比较难掌握的一项技术。那一般的来讲，主张能够用头顶的情况下就不要用反手，因为用反手了毕竟没有进攻力，用头顶你就还有保持着进攻的威胁。那确实被动了，该用反手的时候确实还要用。那反手的技术主要包括反手的高球、反手的过渡球，也就是说反手的吊球，和很少部分的反手杀球。反手杀球一般来讲都是男队员在比较少的场合当中会用到。首先我讲一下反手的击球。通常我们这个头顶区的击球，首先步伐是右脚往后退转身，是这么一个动作。那么反手的击球呢，正好是相反，也就是说右脚从左脚的前面转过来带动身体。那如果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准备就是这么一个动作。另外一点，在击球的过程当中，一个是注意拍子，握拍一定要换过来。再另外一个，球过来的时候引拍向上，抬肘关节向上击球，击球以前手臂整个要放松，最后在击球的那一瞬间的时候发力。所要强调的还是一个击球点。为什么很多的人反手打不好？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是击球点没有找准，要不就是靠身体太远，要不击球点太厚。太厚了，你的球就只能朝上打，不可能打得很远。所以反手区的这个击球点一定要找准，也就是说步伐一定要到位。到位了，击球点找准了以后，跟正手的挥拍实际上概念是一样，发力。好，下面我做一个示范。反手球技术难度较高，适宜在掌握其他击球技术之后学习，因此我们特意把难度最大的反手高球与吊球单独抽出来向大家介绍。击反手高球的要领是，当对方把球打到后场反手区时，首先判断好来球的方向和落点，右脚前交叉跨步到左侧底线附近，背对球网，使球处于肩上方略前一些，这样有助于击球时的发力。击球时拍头朝上，拍面正对来球，击球点要高。击球前引拍至身体左侧，
拍头朝后，然后以上臂带动前臂自后下方向体前上方甩臂，同时闪腕，拇指用力压拍柄将球击出。练习时可以采用一人发对方左后场高球，另一人击反手高球的多球训练方法。好，下面我再来讲一下这个反手的吊球，也就是说过渡球。那这种球呢，一般来讲不会特别的主动，也就是说球过来都比较低。那击球准备的姿势跟高球的击球是一样的，转身右脚过来，但是在击球的那一瞬间的时候跟正手的吊球有点相似，从外往里轻轻的向前打，轻轻的向前过渡。所以在击球的那一瞬间的时候，手腕和手指的力量一定要控制好，能够轻轻的把球送过去。包括击球点，尽量能够抢高的还是要抢高，不要把点落得很低了，有时候不好打。在吊球的时候注意要拍面，一定要切向前，主要向前送。反手吊球时要注意的是切削球托的位置，吊直线时切球托的后中部，吊对角时切球托的左侧。反手吊球的击球点一般略低于反手高球。下面我讲一下底线两边的抽球，也就是说不能够在上手进攻的时候，在被动的时候抽球。抽球先讲一下正手底线的抽球，正手的步伐还是一样，退过去以后把球要让在自己身体的前面，不要太靠后了，太靠后了以后发不出力来，一定要掌握在球跟人的身体是平行或者稍稍靠前一点。完了，准备姿势，抽。抽的时候，身体和腰部的力量也要带上。底线抽球常用于回击飞向底线附近腰部高度的来球。正手抽底线球之前，握拍要松，从头上方向身后下方引拍，击球时突然握紧球拍向左前方横扫来球。
练习时要注意把球回击到对方的底线附近。反手区的抽球，脚步的步伐跟打高球是一样的，从左脚的前面转过去。从这个角度看，也就是说转过来以后有一个引拍，完了以后击球点也要掌握在身体的前面，不要太近身，也不要太靠后了，太靠后了你至少对脚打不了。也就最后击球的那一个瞬间发力，小臂和手腕的抖动要快。反手抽底线球之前，和击反手高球一样，右脚采用前交叉步跨到左侧底线附近，向身后引拍，拍头朝上，然后向身体的右前方横扫来球。击球时注意先向前挥拍，击球后球拍继续向右下方挥动，然后还原。练习时可采用一人发对方反手底线长球，另一人反复练习反手底线抽球的方法。刚才我们把羽毛球技术的手法都讲完了，那下面我们开始讲羽毛球的步伐。实际上羽毛球的步伐在羽毛球场上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很多时候大家可能会问，我这个球怎么老打不好，大家都把精力集中在手法上，实际上这手上的失误很多时候往往是由于步伐的不到位而造成的，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这个步伐的训练。那步伐如果到位了，也就是说你手上的技术都能够发挥出来，也就是说你的进攻威胁你都能够打出来。下面我先讲一下步伐，主要分为前场步伐和后场步伐及两边的接杀的步伐。首先准备姿势，站在球场的中心位置上，两脚自然的分开，与肩同宽，右脚稍稍的靠前，半蹲姿势，千万不要站在这里，站得直直的，等球过来了，你重新要再启动，就来不及了。所以，脚尖着地，脚后跟提起，时刻准备着启动。上右往前的步伐，可以采用跨步、前交叉步或后交叉步上网，根据距离的远近，选择两步或三步移动步伐。这是左脚先动的两步后交叉上网步伐。需要注意的是，不论哪一种步伐，最后一步跨步要大。这是右脚先动的三步后交叉上左往前步伐。正手后退右后场步伐，可以采用左脚先动的两步后交叉后退步伐，或采用右脚先动的三步前交叉后退步伐。这是反手后退左后场步伐。
向右侧移动步伐，多采用左脚先向右垫一步，右脚再向右跨一大步到位。向左侧移动，可以采用左脚先垫一小步，然后右脚前交叉向左跨一大步，同时向左转体的步伐。好，以上我给大家介绍了羽毛球的基本技术以及基本的跑位步伐，希望大家还是要重视基本功的练习。在第二集我们将介绍一些具体的训练手段以及一些训练的方法。